爱乐剧工厂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制作适合全家人观赏的原创音乐剧。今年迎接创刊20周年，决定来点不一样的。首度找来编剧导演王梦天合作，集结优秀演员以及天马戏创作剧团与4支国内优质儿童合唱团等，打造一出轻轨好朋友亲子音乐剧。该剧不只融合马戏、杂耍、特技与影像科技，演员的服装道具还有音乐更是充满浓浓日本风。剧场里面呢，我希望带给就是观众非常多的声光效果跟刺激。那所以这次呢，除了这个多媒体的使用很多之外呢，然后还有就是音乐的是浓浓的日本风，然后很像日本的流行音乐一样，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跟天马戏创作剧团然后一起合作，他们有马戏啊特技的加入，然后就是让这个戏它的各部分的元素都非常丰富。轻轨好朋友剧情融合了日本传统著名桃太郎传说以及日本童话哭泣的红鬼，编导王梦天希望以不同的视角让大小朋友重新思考，身为地球村的成员，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彼此。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善待我们身边的人，然后都可以更多进一步的为自己的好朋友或者甚至是不是好朋友的人多想一点，然后让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会让人生更开心吧。轻轨好朋友亲子音乐剧将于6月3号、4号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蓝盒子剧场精彩首演。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张昭伦台北采访报道。